大家好，我是塔塔。每次到餐馆点红油抄手，我都会搭一个清淡的汤，就是今天的青菜豆腐蛋花汤。人真的很奇妙，明明这碗汤大家都会做，但是到了餐馆还是不由自主的想点。今天准备的材料有小白菜，有机栽种的牛番茄一颗，传统豆腐，还有人道饲养的鸡蛋。越是简单的料理，食材越是重要。好的牛番茄可以煮出很棒的味道。我会习惯切成六到七等份大小。豆腐的分量大概是三分之一份。小白菜就随个人喜好。一人份的水量大概是500ml，冷水就可以放入牛番茄了。最后加一点盐巴、白胡椒调味。白胡椒的分量我喜欢多一点，毕竟知道汤的调味只有这两样。大概煮沸三分钟左右，等待的同时先把鸡蛋打散。等到番茄软化，表面有一点点糊状，就可以下豆腐了。大概煮两分钟左右，豆腐就会蓬起来。我先把火转中小火，蛋液沿着锅边淋上一圈，暂时不要去动它。大概等1到2分钟左右，蛋液会自己凝固。用筷子轻轻地拨动一下，这样子煮出来的蛋会非常嫩，软绵绵的。最后才是放小白菜。大概煮20秒左右就可以关火了。我最喜欢吃这样蓬蓬的蛋了，非常家常的一道汤，希望你会喜欢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下次塔塔会分享一个我藏在家里做的浓郁版番茄蛋花汤哦，别忘了收看哦，拜拜。